精彩。幸福快乐，谢谢。哎，福叔，福叔，谢谢，祝你们真美满的家庭，谢谢。最重要，爸爸，爸爸，我爸爸，我会很疼你的。谢谢谢谢妈妈，妈妈，谢谢妈妈，这是我一个。他承诺了，他要好好做家事。那大家都有知道。对。就是我们的媒人刚好是互相对方的高中同学。对。然后他们当时暧昧中，应该是快在一起了。想一起出去玩。对。然后又拍谁？这样拍谁？然后就互相约了另外一个朋友，就一起出去。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然后认识的过程中，我可能就觉得他就一见钟情，对，忍不住，然后就约了他，嗯，然后就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他蛮自然的，当然我也是有看外貌，反正整体来说，我觉得他让我觉得会想要跟他继续相处下去。我们永远希望可以永远就是在一起，然后你永远对我来说就是最漂亮的人，永远是最漂亮的人。对。那个昨天啊，那个新娘有说啦，她说那个她没有丢扇子这个环节，因为她没有脾气。嗯，就我们也是蛮赞同的啦，因为她跟其他人不一样，比较帅。你觉得？然后。比较好笑，他个性蛮好笑的，蛮少写的，然后笑点蛮像的，然后喜欢做的事情也一样，喜欢看电影啊，然后出去玩，啊，应该是说聊得来啦，所以就蛮喜欢的。我觉得一路上我们两个虽然在一起没有到非常久，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毕竟经历了很多一起共同的事情，我们工作之间互相也是有低潮的地方。那我们都互相陪伴彼此，这样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足够我们就是确定对方是想要一起走完一生的对象。有一首这味道，暮暮朝朝，比例刚刚好，过热配焦糖的温柔，在几个春秋。我们去一个嘉义日游，最后是想要在我们吃完饭之后走嘉义的那个仁义潭水库硬道，对，蛮长的，所以我们就硬走了来回3公里，然后回来上完厕所再走第二趟，所以其实那天蛮累的。对，其实拖了一下，我就说，哎，我说，你愿意当我最后一个女朋友？家事在都是主要经营，然后不过应该都是对的。对，这个我刚刚没有讲到，是是我第二次奉茶，对，没有，我没有要道歉。对，对，老婆永远是对的。和夕阳。
平平安安，平平安安是对新郎啊，哈，希望新郎平平安安，哎、欸，寿比南山，哦，新娘啊，希望新娘瘦一点啊。